票。好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走啊！对。上面全是那个白蚁的那个，对，这个倒掉的树全部被白蚁蛀掉了。嗯，啊，这个洞是，经常会回来。这我们这装了一台，这个我们最新的这种高清的红外相机。这只甲我们已经给它起名了，叫黑尾，这它尾巴是黑的，它的特征，啊，应该还在这附近活动。因为十一月份它已经相对是在一个山头会住下来，冬天它不会走太远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附近再找一找，说不定能找到新鲜洞穴。这个是，你看这黑尾是乌禽障地区第一只被准确识别的野生穿山甲个体，一年多来红外相机已经拍到过它十几次。